Hello，Hello，hello。 下午好啊，有好久不见，感觉上个礼拜没有开播是吧？上个礼拜没有开播，上礼拜回来之后又太忙了，所以没办法开。要播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不要用这个。现在建古送的红玫瑰。今天吃饭卷。为什么？Hello，下午好。Hello，大家下午好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 下午好。谢谢黑杰克送的樱花会员票，怎么了？谢谢冰彻选送的浪漫玫瑰，跟大家介绍，这是我很想吃的东西。我已经想吃它一个月了，但就是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去买这样子。首先第一样，冬粉串，我的冬粉串，冬粉串。好，第二样，先把玉板烫干净。好开心哦 ！Hello Hello， 第二样，我的收到。Sodok， 它叫 Sodok， 它是 sausage 跟 tteokbokki， 所以叫 Sodok。很好吃哦，但我不知道这家好不好吃，所以要看看。对，我还要试试看，我不知道这家好不好吃。收到，之前那家好吃。第一个是冬粉串，就是冬粉串，我不知道韩文什么，就反正就冬粉串。我要收到，
这个我没吃过。嗯，那间比较好，之前那间比较好吃，之前那间好吃很多。嗯，排骨汤那一间好吃，我忘记排骨汤那间 Uncle K， 但他就是那间 Soto 也很有名。Hello，Hello。意外的很合，对啊。等一下来分享我的，差点要讲韩国，因为我现在吃韩式。等一下来分享我的日本行，差点讲错，乱讲话。差一点点，站一下脚，再暗示一下，没有没有。看来上可能还是日本。像一像真大玩特玩，我这次也玩也有玩啊，只是偏懒惰的玩，非常悠闲，非常舒服。我这次真的很舒服，就回来也不太累的那种。我有饿，有吗？我现在吃两颗饭卷。两颗，一个 sausage， 一个年糕，没了。但有饿吗？很缺，超缺，每天睡到中午，也没有睡到中午啦，大概十点十一啊，大概是十一点出门，这样，十一点出门，十点十，哎，十，对，都十一点出门，就很舒服。那个吃素啊、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很舒服，就是大家出门玩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。好啊，但是去韩国好像也差不多，去韩国也是大概十一点、十二点出门，就很舒服。是上次去哪好累哦？我上次去哪？哦、我上次也是去日本，我上次去大阪，是不是最近一次出？哎、欸，东京的上一次是哪一个？大阪吗？应该是，那个好累哦，为什么？大阪，哎、欸，大阪那次偏累，是不是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冬粉算是好吃的，嗯，我觉得游乐园真的很累，没事不要去游乐园，好累哦。好像也不是这样讲，但是游乐园真的
耗掉一半的精力。游乐园真的是耗掉一大半的精力，好累哦。光是排队就很累，对。而且我去的时候好像没排什么队，但还是很累。我去的时候，对，还好，没有很排很久。买 VIP 没有钱呢，没有钱买 VIP 耶。要不要喝鱼板汤？鱼板汤先收起来。那一串一串是炸冬粉串，好吃的。礼拜五，我以为会很多人，结果还好。礼拜五的时候，我上次礼拜五去环球。唱冬粉算第一名，谢谢林莲送的红玫瑰。但是我去韩国的时候，我是去爱宝，然后那时候礼拜天去也没有人哎、欸，爱宝乐园意外的很少人去哎、欸，没什么人去。对，礼拜天哦，完全没有人，没什么人。意外，蛮意外的。Express 超好玩，大家一定要去玩，超好玩。它是什么木头做的云霄飞车？看一下，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厉害的 title。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 title， 他说韩国首创的木造过山车设计发想源于蜿蜒崎岖的阿尔卑斯山脉，不仅是韩国国内最快最高的云霄飞车，更是地表上最陡的木造云霄飞车，是全世界最陡的木造云霄飞车，最高77度陡坡，时速104公里。收陡那个，你吃啊，香肠跟年糕。但我觉得这家还好，还好。我都没吃过。那个好吃，就好吃的很好吃，但这家，有点哪里不好？酱料不对还是？口感不对，都不 Q。年糕跟香肠口感都不对。对，反正它是地表上最高最陡的木造云霄飞车，爱宝乐园的。哦，你也不玩，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对，我想起来了。对。我下次买回来给你吃。嗯，上周去日本，没错。
应该是上上礼拜五去日本。他不会跟我出去吃饭，太远了，太远的地方他不去。我买一个。日本 Seven 的饼干，不知道好不好吃，等一下来开开看。我都还没开，懒得开，就莫名的没有很想开它，然后就放到现在。听说很好吃，听说是好吃的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等等来看看，因为我也只是听说很好吃，我才买的。他平常摆在那，我不会买。吃饭卷给妈妈，不想吃了。哦，但是它里面有紫菜，给你们看。其实看起来蛮好吃的，是吧？可以。现在北宋的缘分相遇，怎么卡了？现在北宋的缘分相遇。上礼拜五去日本，我这次去日本像走厨房，就是没什么去日本的感觉，真的没什么去日本的感觉。不知道，但我很久没有去东京了。上次去东京是什么时候 ？Hello， 啊，我们哦，你说你那时候会考完，是吗？那一次吗？没有吧？你后来自己不是很出名？你现在说是这么久远的？对啊，我上次去东京，我上次去东京就是去迪士尼那次。哦，是哦。哦。那你之后后来都去哪里？我后来都在大阪。哦哦哦。那其实你我后来国三啊，会考完啊。国三会考完。所以你自己算几岁？16啊，15。嗯，15、16。对啊，很久嘞。但是我这次去东京没完全没有提起兴趣要去哪，就没有，就是我去东京，然后我就，对，我有一天还求救，我说请问大家我要去哪，我说我到底现在要去哪，我也不知道去哪，因为我不想离开新宿，然后我住新宿，然后我就很不想离开新宿，就有点麻烦，就搭电车很麻烦，然后我在新宿那边走来走去，但其实我已经走了一天了，但还是只想待在新宿。然后就待在新宿。
有啦，就至少从新宿可以走到歌舞伎町。但其实那个哥吉拉是我某一天晚上乱走，然后突然发现哦，那边怎么有哥吉拉这样子，然后我就带你们去看哥吉拉。对，我就突然看到说，哎，那边怎么有哥吉拉这样？但那边风超大，就是昨天那一天。我上兜粉的那一天风不是很大吗？的前一天晚上也很大，我刚刚影片找找，因为那个真的很好笑。好像都遇到强风，跟你说我这样走回家风超大了。哎，你真的不吃了？是走回啊？对，我忘了，吃饱了。它有点太大根了。那个饭卷那么大。我真走回家还是在哪学校？反正不知道，反正风也超大了。那个风我不懂，我一直在被风吹。我找一下，有一个真的很可怕的影片，风超大的那种，看一下第几天。关一下。三丽鸥代购群。哥吉拉超可怕，而且我这个影片后面的路人就是提着行李箱，然后完全走不动，头发在这啊，有吗？头发看到了吗？被乱吹，超可怕那天的风。然后就有我豆粉上那个很无奈的图了。超可怕的那个风，对啊，这声音超可怕，那个真的上周日在横滨也差点被吹走，真的是横滨上周日，这个上周日 concert 吗？春康毕业康，最近日本风真的很大，最近的风真的很可怕。先把这个 WiFi 关掉，不然它跑不动。去看演唱会，想看。
但是我手机的网络跑不动。这个网络可以，但我手机网络今天跑不动。他做演唱之后再，因为他看演唱会吧。看来大家日本应该都是在看演唱会，但我回来了，我要工作，我回来了。嗯，什么东西？我沾到口红了，救我！啊？怎么办？怎么？怎么办？他要怎么办？要用啊，用什么？口红啦。买。现在没办法吗？好吧，你用酒精试剂搓搓搓。搓得掉。你就他先按住，把它用湿。酒精吗？对啊，是酒精试剂。按住，让它湿一点再搓。再轻轻搓。再用酒精，一定要都用酒精试剂一起搓。他会不会起毛球啊？他在起了、欸，太快了吧！口红会很难洗，应该不会啦。其实口红应该很好洗，应该吧？口红应该很好洗。我觉得抽不掉哎、欸。他还在多洗，再沾别喷别的东西。好吧，那不理他了，不理他了。哎，洗到手就没了。真的来看我日本到底买了什么战利品，我其实忘了，因为我把它塞在那里都没有动，所以我也不知道有什么。等等来看看，你呢？没有在行李箱，我把它拿出来了，但是这袋吗？不是，这袋是我的，因为有一堆都是别人的东西，就是代购，帮朋友代购。是要给林雅萱的美酒 KK， 他爱喝酒，我想说，哎，美酒哎，好酷哦，就要买这个。带了，其实还带了手提7公斤，然后大的行李箱19点多20。它还有日本酒口味，但我觉得美酒应该比较好喝，所以我就给他买美酒。但它还有日本酒，超酷的。对，我扛两个，因为我怕超重，所以我就先扛了两个。我怕超重。好像如果这样看起来是，对，会超重。有23了，所以这个，然后。买了这个小新的卡套，超可爱的，你看睡衣。我觉得重点是因为冬天去，所以衣服很厚，
然后很重，但这次没有买那么，就是还好，这次没有买那么多次。那个是我不知道、欸、因为他拿第一名，所以我就想说买买看，随便买的部分就是看他第一名，我就买买看这样。我还没用过，不知道好不好用。对，下次用用看。然后，要给朋友的扭蛋。然后这个超可爱的，我去就是。只是经过迪士尼店，然后说他说哦，春天的就是东西这样子，新上市春天，然后就走进去，然后就看到了粉红色的玛丽猫，超可爱的，你看，为什么？玛丽猫啊？啊，对，我不是给你看过，我又忘记了，怎么长不太像？超可爱的。你看，哎呦，你这每天买这有的没的，你这是干嘛啦？你看，哎呦，超可爱的。终于听到这句，什么？你们在等这句是不是？他们说在等你讲说什么？什么？蛮有的没的。你看它有尾巴，它还有尾巴，超可爱的，肉桂尾巴。我在搞我的，哎呦喂！这是什么？它是彩带收纳，彩带收纳。为何要收纳？因为很可爱，彩带收纳这个就是看日本女生都有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、欸，好酷啊！然后我也买了一个，但我觉得我不会用到，但是很可爱，所以对，在日本容易买小废物。这也是小废物，在台湾完全不会想买，但是日本因为看起来就很便宜，然后就买了这样，就是可爱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。吊饰，对，我回来的时候三六出新款，就听说现在三六乐园已经上市，有那个有翅膀的，他在我回来的时候上市，我在日本的最后一天，然后林一传给我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好可爱，然后我就看，我就说，但他三月二十一才上，他说对啊，我说那你就不要传给我，这样我会觉得很痛苦。那会觉得很痛苦，蓝色的，然后它的发夹是翅膀的，超可爱的啊！那发夹是翅膀的，就差几天，差一个礼拜就可以买到它了。
但他现在听说偷跑，现在对，那就是那个发夹，他现在在三六乐园已经上了，对，那其他店好像要到21号。好像那个发夹。看看还有什么，还有这个，这个是辛纳蒙大耳狗，不知道几周年的盲盒，对，超可爱的，给你们看，超可爱的，我送了蔡恩一个。一个这个很可爱，这个超可爱的，而且这是我送的爱恋巧克力，看你的手气，期待希望是帕恰狗，这个超可爱，这个粉红色的这个超可爱，那我是这个跟这个，我抽到这两个，然后就不赌了，又赌了三个。这个很可爱，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其他的长得，不是，我是这个啦，这个，其他的也很可爱，但是给你们看其他，有送给小青吗？没有，我是买其他东西给小青，小青不是大耳狗啊，对啊，大耳狗，我出去玩都买大耳狗给他。有这个扭蛋，对啊，都是 Kiki 拉拉，但都没有 Kiki 拉拉的东西。你们看扭蛋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，扭了三颗。超可爱的，这个好像才多几块，便宜，这个超便宜，好像60块是不是？这个反正这个牛才超可爱，这个真的很可爱，我很喜欢这个，它是粉红色的，这个倒挂，这个超可爱的，倒挂这个超可爱的。对，我现在在介绍战利品，废物，小废物的部分。还有吗？是不是没了？好像没了。怎么那么少啊？好像没了、欸。家就是娃娃，我的帕恰狗，我真的买了一堆帕恰狗，这是一堆，三只。还有夹到的一只，没有继续冲什么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钱，我们那时候最后一天没有现金。没有现金了，那就算了。这是我夹到的那一只，它有点那个帽子。是不是很对啊？对，然后缎带的，还有35周年的，超可爱！我真的没办法，我看到我就忍不住了，我没办法看到忍不住。完了，怎么了？又没关系。
要有领子，没关系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很开心。跟你说，他家的狗就是越多越开心，真的。不用在意这个，这个真的很开心。我都怕他家的狗。很开心耶，而且拍到狗真的很难找，就是35桌，因为去的时候是要大狗生日，然后就全部都大狗，然后拍到狗都找不到，所以看到的时候就忍不住买，但真的很开心，管它就没关系，有几只都好，真的很开心。超可爱，要对到没有地方，不会啦，还是有地方。但是这个就是加到的，就是买到的。那一只对的有点大，好可爱的。看帽子吗？日本的夹娃娃真的很好玩，这个真的是忍不住会想买。重的是娃娃，没有啊，娃娃很轻，只是占空间而已，很占空间。但还好，意外的就都上去，就是都放进去，至少有东西出来。没有蛋吗？你说比起娃娃吗？看看还有什么，夹娃娃跟扭蛋比啊，因为但夹娃娃的成就感很高很多。看一下有什么，我还没带去公司，但是这个是要给很远的草莓雷神，这感觉很好。草莓雷神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其实我忘记我买了。哦，这个这看起来超好吃，都买我看起来很好吃的东西。巧克力，超可爱的，对，就是吃起来感觉都很好吃。还有这个，里面是草莓，然后外面是桃子。没嘞，哎，我这次买的东西买很少哎、有吗？哦，没有，都是衣服。但买很少废物，废物买很少，我有在省钱。我真的，而且衣服也还好，没有买很多。是哦，我是不敢想象。应该吧。嗯。这次的印象没有买很多，废物看起来不少，没有啊，这次废物蛮少的，我刚看一看发现没什么，没什么废物。看起来没什么废物。衣服的话，
还是什么吧。我没有，这件是新买的，然后那件爱迪达，然后我看一下我买了什么衣服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萨摩耶哦，对，萨摩耶，对，还有什么？啊，一个外套。看一下，我找一下手机，应该会有照片。等一下哦，还是大丰收有吗？哎呀，这什么？这好可爱！不可能，那个因为我加那种3D代购群，然后他刚刚发的这个扭蛋，超可爱的，刚刚 Kiki 拉拉跟大狗哎，超可爱。但还有那个汉顿。跟那个鸭，下蛋了？没有，他没有怕擦狗啊，但是然后结果我在那边扭大狗扭超多，可能要等台湾。对啊，跟台湾进的好贵，在那边好便宜啊。应该很快，就是贵的问题。我看一下，两倍吧，跟你说不夸张，两倍。60块变120，这样真的差很多。为什么找不到？应该有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这件外套。外套，它亮亮的，它是银色的，然后亮亮的这样外套，然后一件、两件、三件、四件，还有什么嘞？我看看啊，裙子5件，裙子有破，被外套盖住了，所以没看到。裙子5件，然后。
他还长这样，他没修图，但是没修色调。然后还有吗？没了，不记得了。啊啊，还有，就是这件。这件六件上衣，六件，有有有，这件上衣，那不冷，冷啊，但是有，我那天是买了极保暖发热衣之后的，所以就还好，反正只要有买极保暖发热衣就没事，不能没有极保暖发热衣，反正你只要塞进去就对了。还有吗？再塞。应该没了，应该没了。对，应该没了。还有两双袜子，可爱的袜子，给你们看我吃拉面。吃拉面，跟你说，这家店的光真的特别好，皮肤看起来拍的超好，没有瑕疵的那种。那边的光真的就是有点暗了一点，但是哦还是拍得到，因为我那时候就在日本比较干，所以看到那个干纹，但是还是拍起来很好看，这是原相机哦，拍起来超好看的，我觉得。要剪到 vlog， 对哦，还一样会有。我喜欢剪旅游 vlog， 因为我自己会忘记我到底玩了什么，只有剪 vlog 才不会让我忘记我到底玩了什么。对，那张在吃的，我在吃拉面。我在吃，你们知道吗？阿芙里。听说是有名的店，我不知道，我朋友说的，他说有名的店，然后因为离我们很近，在 Luminae 2，哎，一还是二号？应该是二楼下 B2 B1，反正车站出来就是，所以很近，然后就走进去了，也不用排什么队。很有名的。我吃就是招牌，就是柚子盐吧，柚子盐拉面，看一下，对，柚子盐啊，这个柚子盐拉面，就吃招牌，好吃，清爽，很好吃。柚子盐。有柚子当然不会累，但因为我很怕柚子味很重的，所以它是我可以接受的那种。给你们看它的照片，看看还有什么给你们介绍。这个啦，这个真的很好笑。这个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冰，然后是真的敲不开哦，大家真的敲不开，而且我已经退了应该有二三十分钟了，还长这样，已经二三十分钟了。啊，有了，这就是很有名的，我最近滑 IG 一直滑到，然后听说台湾要进的，然后卖199块，超贵，我整个大问号，他说。卖199块，很可怕哎、欸！那边卖，有点忘记了，60几，还是70-80啊，我有点忘了，但绝对没有那么贵，338，
三三八多少？三三八算啊，税的话三六五，三六五乘以零点二二。80块，然后卖199，很扯，70-80这样子。然后我又，哎呀，我要把我那个钱又用掉了。真的是翻倍，对呀、啊，超贵的。等一下，我因为我用计算机，我又把我之前算的用掉了，都在这上。每次都这样。哪个双起灵啊？截图，中山捷运 B 1啊，那个很甜的那个，那个我没有吃，那个我只有吃过一次，然后因为真的甜到吓死我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吃过了。我后来不吃，那个好可怕，那个太甜了。Creamia 我吃过一次，差超多，199，不行啊，差100多块。买不下去，但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但就是，但我觉得吃一次就，因为它好甜，它好甜。那个我说那个布丁啊，那个布丁饼也是好甜，吃一次就饱，没了。干嘛？你怕我又丢给你东西吃？哪一支？我不知道它日本的钱多少。好，我来看一下有什么介绍的。130哦。对，刚刚那个是冰啊，那个是冰，焦糖冰，焦糖布丁冰这样，蛮有名的。最近大家去日本都在找它，很好吃。我还吃了什么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米线哦。对，我米线也在日本吃的，其实米线也在日本吃的，吃那叫什么弹歌三仔。限量的布丁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会在日本吃？因为日本有弹歌，弹歌就是那个连锁店，然后就很想吃。谢谢阳光送的浪漫樱花，弹歌三仔还是什么？应该是，我没讲错吧？它很有名啊，它是连锁。等一下哦。
擦擦看。哦，谭仔三哥啊，整个记错记反了，谭仔三哥，他很有名啊，对，香港的，但是香港的。那我在日本看到就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半夜，哎，不是半夜，晚上十点十一点，然后新宿关了，其实，然后我就不知道吃什么，然后就走，然后谭仔三，哎，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？他说这不会是那个吧？香港那间米线吧？然后一看，真的是香港那间米线。那因为那时候他已经关了，说我明天一定要来吃这个，所以我隔天中午就来吃了。我隔天中午就来吃了，他真的。但是网络上有说就是有那个褒贬不一，但我觉得很好吃。对，我在想说那些说味道很淡的，可能是运气不好，刚好他煮的比较淡。因为我吃是很有味道，而且面条的 Q 度也很对，对，面条 Q 度也很对。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吃米线，但台湾很少米，台湾的米线真的很少很少，那种港式的米线，因为都是越南米线，台湾的话很少港式或云南的那种，就很少。我吃到了，让店家自己猜的题，什么意思？我没有，那是什么？让店家自己猜的，那个是什么？真的很好吃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久违的吃到了米线了。欸，他的故事有点酷，他的故事叫做因为经营理念不同而分成四姐夫妇五哥，五哥是谭仔云南米线，然后三哥六哥是谭仔三哥面线米线。对，分了很多人。刷到很多这种情，那是什么？台湾真的很少，因为我有一次去完香港，然后就超级想念香港的米线，然后台湾完全找不到，完全找不到，然后就哦，好痛苦哦。然后对，勉强找到几间，但我觉得都还好。终于让我吃到了，在东算是在东京吃的啦。对，但是哎，东京有三间呢，有三间分店，我看在哪，在哪里啊？东京新宿，然后吉祥寺跟惠比寿。对，新宿吉祥寺跟惠比寿，老实说三哥比较，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只有吃的三哥，因为三哥在东京有开，真的，那我吃对了，好吃，在东京的也好啊，但是我没有吃过香港的，就已经忘记了，所以，但我至少吃，我现在吃东京的是好吃的，是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分量好多，它200块吧，200。不到300，我记得200块超大一碗，吃不完。就他比较喜欢米线嘛，米线真的很好吃。对，米线真的很好吃。调暗一点。云南米线跟三哥比啊啊，他比较喜欢云南米线是不是？啊，我比较喜欢香港的，因为台湾都是云南米线。对，我觉得云南米线比较清淡，
少了一点刺激。啊，我点，我忘记我点几倍了，反正我点蛮辣的，就它可以调辣度，它是可以，它有几级几级几级这样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，我忘记我几倍了，反正我是调一点点辣，这样。哎，是什么？该不会过敏？看看还有什么，然后我去，就是吃了一间老店，为什么我看起来都那么狼狈？很好笑，这是什么地方？等一下哦，我现在完全忘记这是什么地方。我记得它是一间百年老店，当今是因为地方调，我也觉得会调，但是我觉得它就很好吃。有，我香港吃过一次，但太久以前了，已经忘。谢谢下一步说缘分相遇，下雨吗？没有，那时候没下雨，雨天只有一天，而且后来就没下，就早上下而已。然后下午就没下了，说味道淡，哦，好像应该是，是香港的味道比较浓是吗？谢谢小野目送的缘分相遇，用水擦红红的地方，你说我的手吗？我看一下这家到底什么，谭仔三个字，这里，这家我后来第二天吃的店是在谭仔的对面，哎，是第二天吃的吗？不是，是同一天吃的，在晚餐在谭仔对面，找一下哦。啊，脖子好红啊，没有，好像是一粒一粒的，就是有一粒，我是看不到有没有红红，但是就是一粒一粒的，不知道，没关系，不用理他，我是突然觉得痒痒的。我看一下对面，对面那间就是好像，哎，这个。这间。这间好像很有名，有吗？而且还挺贵的，但是因为我吃很少，所以好像又还好。嗯，3190，6700。天妇罗，吃天妇罗的，它有什么？它有大正十三年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它干巴，这是念干吧？很像网，但不是。它叫什么？它怎么包？看一下。干巴，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放着不管它。干巴天赋，哎，它有综合网站哎，我来查关于干巴。1923年的时候啊，对，那时候是百年。哎，我这次去吃了一间百年老店，又不理我。
啊？你看我很忙啊。哎呦，哎呦，百年老店好，有吃到就好。你看我多忙。没有，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才开始忙。你刚刚都没有。我说我吃了，意外的吃到了百年老店。他说他是1923年开的，啊，今年2024年，他101年。他101年，然后他是一间甜不辣店，就是炸物店这样。然后我吃的是，而且它还是本店，啊，它有分店哦。哎，我真的是随便走，我真的随便走。然后因为中午我在吃坛仔的时候，它排超长，对面排超长，然后想说怎么排那么长，那是什么？然后旁边的朋友就说是，哦，它好像很有名这样。我说哦，是哦。然后就回来的时候就说，哎，那要不要去吃那一间？我说哦，好啊。然后结果没有排队，完全没有排队。然后我们就走，因为有点晚，8点多。然后我们就走进去，然后就完全没排队，然后就吃了，吃到他闭店了。呜，我吃的是最便宜的那个，好像也没有最便宜的那个。我吃的是。为什么他看起来跟我吃的不一样？然后后来去查，就是查说他什么好吃，我才知道他是百年老店，他来头很大，这样完全不知道，哎，就这样傻傻走进去了。好像还有金王店跟银座店，我吃的是总店。然后有一个就是服务的奶奶，这样有一个服务的奶奶，然后讲的超详细，她讲说这个是要干嘛，这是要干嘛，这是要干嘛，我们说好哦，好，然后给她反应，好，她讲超久，她在讲超久，因为她要教我们怎么吃，但是讲超久，我说哦，好。对，然后酱汁要怎么调什么，他都会讲，蛮好的，服务很好。我吃的是，你看，我吃的是拿吉沙，它叫拿吉沙，它叫煮，然后。诶，怎么没有？啊，对对对，玛吉莎这里，它里面有明虾，然后鱼贝类、蔬菜两种，然后鳗鱼心鳗，这样子。这个是3190元日币，大概600多台币这样。然后其他，因为他们觉得太少，所以他们点的是沙扎纳米，叫小波。它有明虾、墨鱼、鱼贝类、蔬菜两种、新满小菜、炸什锦跟配菜。哦，这个一看就吃不完，所以我没有点，我点最小的，我点最小的那个。哦，但是今天他没有天妇罗扇的，那天没看到天妇罗扇，所以只有拿吉沙可以点，价格蛮贵的，真的蛮贵的。要沾什么？沾酱油吧？我不知道有什么沾什么。给你们看，我觉得贵是贵在那个鳗鱼，这个是鳗鱼，这个是鳗鱼，根本看不出来，对，它是鳗鱼，它是鳗鱼。它长这样，它长这样。很饱，
然后后来隔天就去表参道那边，元素表参道那里。然后太阳天气超好，给你看，天气超好，超亮，天气超亮。我是越来越饿。天气超好，我看我给你们看到元素是什么。啊，就是那个我在兜粉上有讲的那个汉堡牌，也是很有名的汉堡牌的样子。我查查它的来历，我查一下。哎，他说东京必吃汉堡牌加四月登台。在哪里啊？在中和环球四楼。哎，我去东京吃的那个很有名汉堡牌要在中和环球开。哦，最近有看到新闻，但我不知道是哪次。我看一个什么日本有名的。对啊，居然吗？一天前的新闻。那它是牛肉哈？对，它是牛肉。它我不知道它有没有其他肉，好像。有点忘记了。现在店很多人，可每次汉堡来，要不就牛肉，不就是牛肉加猪肉。哦。好像都还是会很腻。可能。嗯，我知道茶魔要开了，那你午休就可以去吃了，离你100公尺。但你们可以去吃耶，他说四月登台，四月底开幕。他说，那我来看一下他的来历。哇，我好像也是吃本店，就是加汉堡排本店，因为我排队排到很想去分店。我说哦，这里是本店啊，怎么那么多人？我就想说，那、怎么那么多人呢？然后看一看，哦，本店，因为下午2点呢，两三点还很多人，我想说是怎样？怎么那么多人？然后后来才发现，哦，是本店，又不小心去到了本店。对，还平日，然后两三点，然后排很多人，想说怎么了？而且不止观光客，是日本人也会自己来吃的那种。然后后来去吃了那个，我有放上限动的那个抹茶 Tokyo 抹茶，我喝抹茶拿铁，就想说喝喝看日本的抹茶，看有没有不一样。结果呢？结果就蛮好喝的啦，就是好喝的抹茶。就是经过的话还会再买的那种抹茶。你们看我很 chill 的在喝抹茶，在角落。
角落喝抹茶。看看还有什么，还去了哪里？涩谷，涩谷的大十字路口。然后还啊，我的大耳狗在那个涩谷那个西布拉109里面扭的，超可爱的。你们看唐吉的企鹅戴那个头纱，唐吉的企鹅戴头纱。结婚是吗？不知道，他可能跟旁边的那只那个粉红色的结婚。看看还有什么？嗯啊，必买的布丁，大家必买的布丁一定要吃，这布丁超好吃的，必日本必买。那布丁第一名，他写的他是那，这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哎呦，看一下还有什么，嗯，还有什么呢？然后就是下雨天了。吃法式吐司，有特地的便利商店 ，Seven 吧，应该只有 Seven， 好像是 Seven 才有，有点忘记，应该好像都有好像都有那家好像都会有，但牛奶要买 Lawson 的，每天都在喝 Lawson 牛奶，我去日本。真的，我上次也是每天都在喝老水牛奶。啊，还有 Blue Bottle，Blue Bottle 也必喝。Blue Bottle 是出去玩一定要喝，有 Blue Bottle 的地方就一定要买 Blue Bottle。哦、然后池袋去了池袋，你看蜡笔小新的店，在我包包里，来给你们看。牛奶喝 Lawson， 咖啡喝 Blue Bottle， 没错。你看，超可爱的，蜡笔小新的盲包，超可爱的。它是，去池袋，然后他刚刚有蜡笔小新的快闪店，然后超可爱的，我很喜欢他们，我很喜欢这个电影。我上次去，因为去韩国还跟他们拍照，去
我找找，那超好笑的。我上次去韩国，然后那个拍贴机的框有他们，然后我就很开心的用他们拍的照，这样超脏。但是是跟我朋友，所以对。超可爱的，你看有那个啊，露出来了，这样吗？超可爱，超可爱的，去韩国拍的。为什么我那时候还有大狗可以抱，还有趴下狗可以抱？我喜欢那两个跳芭蕾舞的，很好笑。拍贴本。黄一家，你看，黄一家也在里面。嘿，超可爱的，哎，他在哪？然后这集也是那一个里面的，超可爱的，喜欢。超可爱，他叫什么？亨达浪多大冒险。哎，中文翻什么？看一下，蜡笔小新，蜡笔小新电影。叫什么我忘记了，但那一个电影版是我最喜欢的电影版，其他片不想看的。搞怪游乐园大冒险，对，搞怪游乐园大冒险1996年。多配嘛，对，他说多配嘛，我想起来，雪人啊，对对对，雪人胖胖那个我超喜欢的，我觉得现在反派很可爱，所以我很喜欢。还有那两个跳芭蕾舞，那马卡欧跟球马，这个是因为他是他的盲包是分年份，就是我看我是没拍到。它是分年，一年一年的，然后这是1996年的，很可爱。来看我打开。他叫多佩吗？雪人胖胖会做点的，对啊，雪人胖胖融化超难过的耶。然后后来喝了手摇 Koi Tea， 好像是什么五十岚的什么妹妹出来开的还是什么，很好喝，就是很贵而已，是好喝的，就是很贵。哦，就是五十岚的啦。对啊，妹妹开的，五十岚的妹妹，五十岚是哥哥，然后 Koi 是妹妹。
我会忍住，它真的很贵，但真的很好喝。对，我想喝喝看奶盖，那奶盖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但真的很贵，不要买，没事不要买，好贵哦。然后如果大家去日本很干，嘴唇很干的话，建议买这个推，我擦完剩一点点干嘞。这个这样，一般的护唇膏对我来说没有用，要这个，这个是最强的那种。对，这个是平常日间擦，但好像晚上擦就特别强。这个很好用，因为去日本太干了，买这个给特别干的人，要用黑色的，一般人用粉红色就够了。掉下来的瞬间，超可爱的。还有可丽饼，但还好，可丽饼。真的是风大到爆炸，那个就是那个哥吉拉的晚上，对，哥吉拉晚上版，对。可丽饼竹下通吗？不是，是新宿的。我后悔，我应该是竹下通买可丽饼，因为我只是想说啊，我来日本那么多时候没吃过可丽饼，那我随便买一家吃吃看。错了，我不该随便买的，我不该随便买的。给你们看一个，他进来就没让你跟皮安了。他们不知道怎么混进内裤兔里面。对啊，不要以为是粉红色就可以混进来。超好笑，我看一看，啊，这两只怎么在这？不一样哦。你们看，但就是跟台湾之前一样，草莓，粉红色一起被丢进去，超好笑，乱丢。第三天在喝牛奶，一样喝牛奶，还在喝牛奶，每天都在喝牛奶，每天都在喝牛奶，大概对，不是第三天，是最后一天。然后吃早餐，吃早餐，这个是那个什么，叫什么 ？Egg Slot， 像美国的汉堡店的样子。然后亚洲很少见，但东就新宿有一间这样，然后就去吃，要排一下下队，然后都是外国人。
他排队，但都是外国。我想说，不是就从美国来的，他们怎么还来东京排队啊？可能他们不是没有，也是有可能的。然后日本的星巴克有一个叫 chai tea 的，我不知道 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chai tea 是什么，但就是很好喝，叫 chai tea， 很好喝，很好，真的很好喝。我点就是他好像压六下，我跟他说压三下，然后就很好喝。对，他有一个很神奇的味道，但越喝越好喝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欸。印度茶拿铁是吗？印度茶那题我看到了，台湾没有，台湾没有。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。因为我无聊，我想说我想点没看过的，然后就问他说这是什么，然后他跟我说是加了香料的，但他没有跟我说加什么香料，我说加香料，然后说哦好，那我试试看，然后就问他可以调点度嘛，然后他就跟我说六下，我说好，那我压三下就好，然后就喝了，很好喝欸，超好喝的，喜欢。大概就是这样子，我的日本行程。哦，中间还有吃那个啦，农特利，无聊的农特利，还有 shake shake 的奶昔。我真的是那天超冷，但是我就觉得不能，我一定要喝到 shake shake 的奶昔，我喝到了，就是硬要去买，冷死了，但硬要买。虽然很冷，但不能放弃欸。奶昔，但香香奶昔我本来就都会喝，就是我的，因为外面手摇很少，所以我都会去买香香的奶昔，吃的很多，但瘦了，还是瘦了。我的瘦都如果出去玩，我都会瘦。对啊，我去日本。是真的会瘦欸，我出去玩真的会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食物口味不合，但其实很好吃。真的好看，小仙子。哎，我的，我要戴，一定很可爱。走动量很强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是我东西真的吃不多，所以现在在看《爱的熊抱》，我觉得是东西吃不多，就是因为。就出去还没有想吃什么东西，但是朋友要吃我才会吃，这样可能是这样，然后也吃不多。好可爱，
你看，你看，哎呦，什么样子？好可爱啊！你看他的屁股。好啊，以后就睡地上，床上都给他们睡就好了，都要放不下。超可爱的。嗯。对，只是看起来很多。一直啊，对，而且一直狂走路。哎，我要看看我走多少路。哎呦，看很多。啊，再跟大家说，大家去日本一定要买这个速光蓝莓。买这个速光蓝莓哦，要买哦，很好用哦。帮大家代购很多速光蓝莓回来。极力推荐，真的推荐，看不管看什么东西，看公演、看演唱会什么的，速光蓝莓要吃，真的要吃，眼睛会超亮。速光蓝莓。好像还好哎，我第一天去日本，第一天23,336，第二天14,874，第三天9,741，第四天15,976，第五天21,691，第六天24,553。好像很还好，没有很多。嗯，在台湾有了，但我最近台湾还好，台湾不会走到两万，台湾大概20,000而已，10,000多了，台湾10,000多。嗯，大概只有去日本才会走到20,000，几乎。因为我平常走路就很多了，所以去日本也差不多。周一周二站走那么少，但有在逛街。轻轻松松。但是大家日本刘海真的不会塌，超好，日本刘海是真的不会塌，台湾太潮湿了，日本真的不会塌欸。因为我在看我照片，我想说哇，折磨一天，那个风吹成那样都没有塌，超强的，那个风真的吹就是风真的很大，但是都没塌，超强的。日本风真啊，日本的天气真的很适合刘海生存。还有昨天 po 的跟大狗的合照，跟 Kitty 的合照。会换，因为这个是好像是50周年的，对，可以点，应该会换吧。欸，我不知道欸，但是可丽饼，但感觉就会换啊，我不确定。啊，对，就是冰淇淋。
面是什么？哦，意外发现后面是啊，我现在叫什么 ？Start 的广告，意外发现，我没发现哎、欸，那个在西部呀这边，这个广告意外发现，那间是三丽鸥店。查的是不同的，嗯，我不知那个是元素的三丽，三丽鸥元素店，三丽鸥店，三丽鸥不是吃的，好像没了，就这样子。我的东京行程，那个抹茶店的，就是在那个表参道抹茶店的这间，这间。再见了，抹茶 Tokyo 表参道点的店员都很漂亮，大家可以去看看，是真的很漂亮哦。要待蛮久的，对，卖场最多的地方是新宿多。新宿吧，我真的每天几乎每天都待在新宿，真的都在新宿哎、欸，然后还没逛完，我新宿没逛完。谢谢这样彩色的魔法四叶草，你们可以去看看。我那时候就边等，边等餐边感叹，想说啊，怎么每个都长那么漂亮？真的很漂亮。谢谢妍妍送的浪漫玫瑰。哎，都就是讲英文，他们都会讲英文。就是，对，但他们连我不知道是原本就讲英文还是干嘛，因为他们连有些是连就是他们对话，店员跟店员之间对话也讲英文，所以我想说哦，是什么？因为是观光区，所以都找讲英文的还是什么？不知道。无法日文沟通，什么意思？啊、哦，无法英文沟通，大部分都没有办法英文沟通啊，大部分都没办法英文沟通，都要日文啊。只是那个表参道那一家店莫名的用英文，所以我吓到，我才吓到，想说哎、欸，怎么是英文这样子？我才吓到啊。
他们会努力让你听懂吗？对，但是用英文有好处，就是因为他们的店员很喜欢在逛街的时候突然凑到你旁边开始讲话，然后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就是有点压力的时候，你跟他讲英文，跟他讲英文，他就会瞬间就是对，就不会不太会那么推荐了。真的真的，他会真的就是凑到你旁边哦，真的，日本店员很厉害，日本店员很厉害，很会讲。你就讲英文，你那时候就跟他讲英文，很有用。点歌，点什么歌？对，但有时候遇到会英文的，那也没办法，但比较少啦。哎，遇过，但是就啊，我想起来还有东西嘞啊，东西翻了，我买了一瓶香水，给你们看。这个是去日本要买，因为台湾也蛮贵的。这个 Shiro 日本的香水，便宜，台湾比较贵，台湾贵很多。对，学起来没错，是蔡恩教我的，因为我在群组说求救，他们一直跟我讲日文怎么办，他说你回他英文，他马上离开。我说好，我回，然后我就开始用英文回他，用前面用日文，然后就觉得、哦、好痛苦、哦、怎么办怎么办，因为我日文没有很好，然后我日文真的不就没有很好，就听得懂，但是就是回话有点困难，所以我马上回他英文就好了。所以后来的几天都用，如果在逛衣服的话都会用英文，对，除非买其他东西，买很快的东西，要找东西什么什么的就会用日文，但是其他那种逛衣服什么一定要讲英文，一定要讲英文。谢谢杰克送戳破你，这罐是哎，这罐真的很好闻。我看一下，我查一下是什么调。哇，谢谢红包，前调中调红调后调，没错，我看看，我要查这是什么，因为我没有看，我就是觉得很香我就买了。对啊，我是讲星巴克，在我在机场的星巴克的那个店员英文很好，但我听不懂他的英文，他的英文有一种奇怪的卷舌音，很卷舌哦，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啊，勉强听懂，只是很吃力。他说This is kind of spicy and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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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, 这种你知道吗，就这种感觉的英文，这个
是每个字都是什么？每个字都是 Amor， 然后就吓到，但是我努力听懂，我听懂了。突然想到这个小插曲。我来看看，看台湾的网站。我还在想，发生期待让人会在乎，悲伤也有限。哦，在哪里啊？找不到香水这个。这个它是 Freesha Mist， 这个 Freesha Mist， 其实我后来因为我一直在找香水，然后前调是苹果、杏桃、香柠檬，中调是嫩叶、玫瑰、桃子，后调是白花跟麝香，很清爽。对，然后有一个Byredo 的也很香，但是我找一下那叫什么，有点忘记，我没买。但是它的后调很香，后味很香，因为我就喷了之后我就放着，然后放了，那隔天闻到就哦好香哦这样子，但我懒得去买，所以看一下哦，叫什么嘞？香水系列。这个吧，这个吗？看一下那个味道。我有点忘记那个味道是什么，一个很香很香的肥皂味，就是肥皂味。等一下啊 ，Byredo 香水，真的是它吗？需要闻味道。我找找，那个真的很好闻，推。虽然我没买，但是推，因为我被它后调香到了。应该是这个 Blanch。前调是，等一下哦。我确认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怎么会忘记啊？前一个是 Freesha Mist， 这里 Freesha Mist， 等一下，
香皂漂白剂，那就是不能吃了。对，它有一种香皂漂白剂味。红包，红包，谢谢思琪送的红玫瑰。看一下哦，不能去叫白色浪漫，很香，它后味好香，但我没有回去买，但后味好香哦。但是要怎么说，它刚喷的时候就是有一点太香了，对，但是后味很好闻，但刚喷的时候有点太香。谢谢蛋，哇，我会念哎，飘去送的红玫瑰，要长这样子，长这样，这个，但这比较贵啦，这比较贵，应该对我来说有点太香了，但它后味好好。对吧，这把这个很香。香哦。因为我放在试香纸，我放在外套里。我吃到了。试香纸我放在外套里。所以闻得到。素光蓝莓推荐，还有，我这次还推荐了我朋友，就是因为有姐姐也跟我同一个时间去东京，然后我就推荐她要买这个消水肿超有用，这个要买，需要消水肿的人要买。超有用，所以我就推荐那个姐姐要买这个，然后她说她自己吃的时候也觉得好有用这样子。好，我先试一下维生素 C， 因为我弟在感冒，有点害怕。很有用，弟弟也是说，对啊，他感冒好了又感冒了，我不知道。那我们来吃吃看这个，哦，它是一包一包的，这样啊，它很大块，你朋友拿了哦，没有，那个是我自己买，我买了五包，买超多包，但是我推荐我朋友要买这样子，对，我推坑了很多人要买，它真的很好用，我的小秘密，消水肿小秘密，很好用，它长这样哎，他说它叫 Sugar Butter Sentry， 听不懂，好。什么叫做 centric？ 好，没关系。好，它可以这样，它可以这样掰一半。哦，我觉得我掰不了，等一下哦。哦，有掰一半，然后吃。
外面的饼干很像千层酥的饼干，外面饼干很像千层酥的饼干，然后里面就是那种奶油，那种 butter， 那种鲜奶油做的奶油块，有那种感觉，就是千层酥里面包鲜奶油做的奶油块，蛮好吃的，说实话，蛮好吃的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如果有朋友在日本，可以请他买来吃吃看，蛮好吃的，真的。差不多都回来了，那么快啊？不是周末去。只有在 Seven 有卖 Seven 的，蛮好吃的，应该会是很多人的菜，只是不是我的菜，蛮好吃的。一百三啊，好吧，也是，应该会很多人喜欢吃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如果有朋友现在在机场的可以买，在日本机场可以买。很好吃耶，热套的。很好吃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推推推，机场免税店买。推，那 Royce 要多买几盒。Royce 真的跟台湾价差太大了，如果是 一盒才160耶，在东京的时候，这个条件太严格。好啊，但大家都回来了，太晚开了。那有人已经预定好下一次了吗？可以买哦，认真被推。如果是真的要买，因为便宜太多，台湾一盒500块，日本一盒才160哎，差很多的，一盒800日币，差很多，一盒才800日币耶。下次七月了，可以啦，记得我要帮你们再复习一次，去日本要买什么？很好吃，东京吗？你们应该对面膜没有兴趣，但是推个面膜，可能有女性朋友什么的，我来推一下啊。这个是保湿的面，这个是保湿的面膜，福冈巨蛋吗？对，这个是保湿的面膜，然后这个是急救用面膜，这个是我也是帮刘晓婷带了很多回来。对，这个是急救用面膜，就是熬夜什么什么的可以快，而且它敷8分钟就好了，很快。那这个很快，然后这是极保湿，我在日本敷这个极保湿面膜，对，但还是很干，但很有用，真的就是你敷完当下就皮肤就超嫩，隔天起床也是超嫩，超嫩的那种，但又。我是我的问题，我皮肤真的太干了，所以，对，那它真的很有用。对，原来面膜不够保湿，在日本的话，对，而且我用完了，我美白面膜用完了，
这个很有用。对，这个真的很有用。还有什么吗？应该没有了，应该没有什么东西。看一下行李箱，再来看一下行李箱，里面应该没。袜子啊，我的包包，我的包包，应该没有了。这是那个外套，这是袜子，这个嘞，应该没有。贴在这里，很难撕哎！啊，撕不起来，刚刚可以贴在这里，撕不起来。没有东西，真的都是袋。它贴在那里，我要怎么撕掉？没有东西了，吹风机吹一吹再撕。哦，有用吗？吹风机吹一吹。我这次搭客运回来的。好像一直在接，好像直播带货。对啊，他就说今天是对带货直播。我这边忙一边听，觉得你怎么突然就觉得你怎么在直播带货的感觉？没有，不是业配。是单纯推荐好用的东西，真的很好用。我只推荐好用的东西。客运坐起来如何？哦，排很久。客运哎、欸，半夜怎么排那么久啊？我半夜回来的，也没有半夜，12点多回来的，我排很久。推荐粉丝，像没有东西啊，这个吧，大家可以买这个，就是小卡册，这样，这样很可爱。它就是，它拿出去也很可爱，就是放在包包里，放在包包里你就可以带很多可爱的小卡出门。对。而且还没赚钱，对啊，纯分享。有各种人物，但我一定是买帕恰狗，对，所以我就买了帕恰狗，只能搭客运，所以人很多。也是，这个很棒，这个就是放在包包里面，可以放偶像的小卡之类的，好棒。要抽补位，哇！应该没有了，目前看下来是没有，应该没有了。靠天府的应该。我应该没有了，对，介绍完啦。结束了。
仿佛你也确实。反正如果有遇到什么忘记的，对，后天会再补充。好的，所以我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。我要念排行榜，这真的好可爱哦，它叫。其实它有帕恰狗，但帕恰狗的头套不知道为什么不好看，不可爱，所以买了大耳狗的，不知道怎么。现在艾萨克送的浪漫樱花，好，念排行榜。第十名是好人，第九名是许阿北，第八名是小吉，第七名是小眼目，第六名是杨公公，第五名是林灵儿，第四名是欧比王，第三名是吉米粥，第二名是周和喵喵，第一名是黑杰克，谢谢你们。帽子还真的不好找，就找到了，但是有点还好这样。对，好，大家拜拜，礼拜五见，拜拜。浪 live 的官方直播，对，明天见。对，明天的 AKB48 Team TP 的直播见，浪 live 直播见，七点半，拜拜拜。应该会不太一样，这次应该会不太一样，对，不会是桌游了，对，对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好，就是有点害怕，有点紧张，但是对。你加油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，但是对，好的，谢谢妍妍送的爱恋巧克力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拜拜，三二一，拜拜。拜拜拜拜，多刷一点好的呀，拜拜，多刷一点好的呀，拜拜。